我在电脑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看到大家，我就等于看到我们台湾的过去的这个努力的工程，也看到我们未来的新希望。所以我感觉足欢喜的，能看到大家。刚刚陈局长讲过，我们今天是为 ISO 国际品质认证的一个制度举行这个座谈会。现在产业界最重要的还是要机关都要来做，所以我也很高兴看到现在政府机关制度的引进，这是一个已经，所以我看到今天我们来自云嘉南，大家为 ISO 的制度来这里交换意见，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，因此我特别赶来向各位我们企业界的朋友致意，包含的就是我们企业家的打拼的精神。